안녕하세요 여러분, 엘지입니다. 오늘은 아이콘의 사랑을 했다 우리가 만나 지우지 못할 추억이 됐다 가사를 배워볼까요? 시작! 今天的听歌学韩文呢要分享的是 icon 的 love scenario 사랑을 했다 那么사랑呢就是爱的意思 日呢是一个受格的助词 했다 它的原型是 하다 在这边呢 했다 变成了过去式 사랑을 했다 就是爱过但是曾经爱过 나 사랑가면서 가끔씩 또를 기억 那这个字呢是什么意思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吧 살아가면서 它的原型是 살아갔다 这个字呢是过日子或是过生活的意思 면서或是으면서呢这是一个文法表示我同时做两件事情比如说 과자를 먹으면서 텔레비전을 봐요 一边吃饼干一边看电视 춤을 추면서 노래를 불어요 一边跳舞一边唱歌 가끔씩呢是偶尔的意思 또를 它的原型是 또오르다 这个字的意思是想起或是浮现 기억呢则是记忆的意思 我一边生活着偶尔浮现的记忆 나 살아가면서 가끔씩 또오를 기억 그 안에 네가 있다면 그거면 충분해 그,那个 아,是在什么里面或在什么之中 에,是一个助词 네가,你 있다면 它的原型是있다,就是有 那么这个塔面呢,是一个假设的语气 那通常用塔面呢,是表示这个事情它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小它比较不太可能会实现 그거면,就是那样的话 충분해 它的原型是充分하다就是充分的在那之中如果有你的话呢那样子就足够了그 안에 네가 있다면 그거면 충분해 사랑을 했다 우리가 만나 사랑大家都知道是爱 日呢是一个受格的助词 했다我们刚刚讲过了它的原型是하다 했다呢是过去式 우리 我们后面这个卡是一个主格的助词 만나 它的原型是 만나다 就是遇见或是见到这个字在歌词当中非常非常常出现从第一集的听歌学韩文到现在它应该至少出现三到四次相爱过了我们相遇 사랑을 했다 우리가 만나 지우지 못할 추억이 됐다 지우지 못할呢 在这边它的原型是 치우다 也就是擦掉抹去的意思那后面的 못할 它的原型是 못하다 就是不能怎么样 치우지 못할 就是无法抹面的 추억呢 是回忆那意是一个主格的助词 됐다 是成为了无法抹灭的记忆 치우지 못할 추억이 됐다 볼만한 멜로드라마 괜찮은 결말 볼만한呢 它的原型是 볼만하다 值得一看的 멜로드라마呢 就是爱情剧或是音乐剧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歌词都把它写成韩文可是他在唱歌的时候其实是唱 멜로드라마 写成韩文呢是 멜로드라마 괜찮은 它的原型是 괜찮다 那在这边呢 괜찮은 要拿来修饰后面的名词 결말呢 就是结局或是结束 值得一看的爱情剧 不错的结局 볼만한 멜로드라마 괜찮은 결말 그거면 됐다 널 사랑했다 그거면 那样的话 됐다 就可以了 널 是 너를的缩写 就是你 사랑했다 爱过了 那样子就足够了 我爱过你 그거면 됐다 널 사랑했다 우리가 만든 love scenario 우리是我们 卡是一个主格的助词 만든 它的原型是 만들다 就是制作制造的意思 我们制造的 love scenario 우리가 만든 love scenario 이젠 조명이 꺼지고 이젠呢 它其实是 이제는的缩写 那么이제是现在 조명是照明或是灯光的意思
意是一个主格的助词，꺽지고它的原型是꺽지다，也就是熄灭的意思。现在灯光都熄灭，이젠조명이꺽지고마지막페이지를넘기면，마지막是最后的，페이지它就是 page， 也就是页数的意思。日是一个主格的助词，넘기면它的原型是넘기다。넘기다这个字的意思呢，它有移转或是翻转的意思。페이지를넘기다它其实就是翻页的意思，翻过最后一页的话，마지막페이지를넘기면조용히막을내리죠。조용히它的原型是조용하다，也就是安静的。막它是木的意思，后面这个日呢是一个受格的助词，내리죠它的原型是내리다，就是降下落下。做呢是一个鱼尾，就是你已经对这件事情有所掌握，但是你想要再跟对方再次确认，安静的落幕吧。조용히막을내리죠。这首歌的歌词我觉得它写得非常的好，意境很美，但是它的歌词又不会很难，所以对大家来说我觉得算是蛮容易学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跟着唱了。자오늘의영상은여기까지오늘의영상을좋아하면좋아요누르고제채널구독잊지마시고제영상은놓치고싶지않다면이밑에자그마한아림은열어주세요다음영상에서또만나요안녕조呢是一个조呢조조呢是초조